魔都也有味，上海必打卡。鱼块带皮烧，不同火候烧出自然芡。红烧回鱼，色泽红亮，浓稠鲜嫩。不用零分勾芡，放了两个小时，还是这个光色。春笋飘兰花香，现挖现煮，速配肥肠，酥烂爽脆。切蓑叶的时候，刀工很标准，焖制一个小时左右，大肠酥而不烂。糟醉黄金泥螺，咸鲜增味，下饭神器。醉制呢，也是要观察，要轻嚼，慢慢的来。未来娱乐台，上海的味道。